着的采访镜冲击经济量，一段刻板的开场在意义男友和群装，千人一面万人一腔凝固的气场，敬请原谅。少女刚刚放掉个标准形象，保持独有的锋芒，尤其遍地与偶像，还我的狂妄，还我的荒唐，打翻青春的鸡汤，管你的脸放不放大。My face, my fingers